呀，闻出来招这野菜包饺子吃，就是这荠菜，荠菜包饺子是最地道的饺子。这是别人家的菜园子，到别人家的菜园子里面找野菜，找野菜。忘记带工具了，我这临时掰了一个木片儿。超大的，这么大家伙，这个烂了，乖乖，再包一个。你看我包的呀，好漂亮哟、哦！看我包的呀，这么漂亮。自己包的还漂亮，大爷包的还丑丑，奶奶包的也漂亮。我这个包的，哎呀，真是不好，这个。我最喜欢吃饺子。以前就是吃这个煮的，第一次吃这个蒸饺，感觉蒸饺这个皮非常韧，有韧劲儿。哎哎哎，蘸一点料，哇塞！放点料在这里面，嗯，是两种味道的，蒸的有韧劲儿，煮的话更容易上口，荠菜饺子就是香。